有点发青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有点发青，我就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紫，能把那个紫色、啊。对。能把那个青色给它弄掉。我在开直播，反正没几个人。就一个小的软件，不是快手，不是。刚下午好，刚刚补完色，有点变成蓝色了。但是后面是灰色的。前面有些变蓝了，感觉变成了洗剪吹。上火车了，拜拜啊！是不是回家了？我已经染完了。是吗？再见。回家过节啊，现在还不到10月1号，现在才21号。中秋节了吗？现几号中秋节啊？24号。24号就中秋节了？天好，我放假了。去年好像是10月份啊，去年好像是10月几号来着，去年是连着放的。我没有换发色，我是补了一个灰色，补完之后就有点变成蓝色了。不是吧？我不是在剧场，我在理发店。我头发在右边，这就是我所谓的刘海。哎，好奇怪、啊，他原来是在右边的。不要提生日公演，一提生日公演头都大了，好。对啊，刘海就两根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刘海。现在的头特别点，特别扁。我刘海本来就这么两根，我还是想画病娇妆的，这么乖的妆不太适合我，太正常了。下午好，月饼，冰皮月饼，但是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。小时候在奶奶家吃过，好像是元祖的什么冰皮月饼。我不告诉你们，我一会儿告诉你。你们就知道了。可怜的小刘海，这个不是。去个案子剪了。给你剪齐了吗？去个案子。
头发都已经长出来了，它这边都是棕色的。一会儿吹干了就没有那么扁了。我是不是长出头发来了？为什么是棕色的？长的。我长出来一般都是黑色的呀。黑色的一染就变棕。你那黑头发一染就变成棕色。哦。因为我刚染了一下。发量好少，马上就要变多了。啊，对。看来我下次得把发根也漂一下了，可是我觉得很伤头发。你要去蓝翔？为什么？去新东方学烹饪。好蓝哦。洗个两三天就没了。这个颜色好突兀啊。漂发根是不是也要交150啊？是吗？但是你漂发根的话，你下面也得带，嗯，就是你下面这个位置，你得稍微带一下。那就好吧。你光漂发根这个位置，因为它这个色素太多了，现在里面，必须得用那个漂粉过一下。算了，再等几个月吧。对头发不好。旧的小发根，整体也得了。真的是蓝色。我上次看有人头发掉完色变成白色了，有可能吗？没有，不是那种特白，米白吧。我为什么掉不了白色？我只能掉成黄色。因为没那么浅，头发没漂到那么浅。你要漂到那么浅了，留不住颜色了，洗个一两次就没了。哦，好吧。你要漂到那么浅。只要那么浅，头发都棉了，都棉了，像橡皮筋那样，一扯就断了。那橡皮筋应该扯不断，对，容易扯断了。谢谢。我那天戴了一下萌萌的假发，长发的那个，吓死人了。你们要是想看的话，我可以带给你们看一眼。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非主流，这个蓝色完了。我本来想染个绿色的，下次就是有没有就是上面棕色，然后下面就是一点点绿色那种。有，可以把上面染什么棕色呀，上面可以试一下。就是简便吗？简便。
我永远都是银发呀，我的梦想。哇，两个颜色，好奇怪，怎么办？你又掉了。是有点加了紫色。对，稍微加了一点。但是要不加的话太轻了，不好看。我那天，但是你这样洗一洗，它掉没了就变灰了。好的，我那天晚上刚染完灰色，那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就是睡一觉起来，头发全掉成黑色的了，一绺一绺的。然后我就给发间打电话，我说怎么回事，头发都掉没了。他说啊，你的那个灰色就是会这样的。然后我就吓死了，还好我一醒来还是灰毛，没有掉成黑色。暗精灵是什么？要不要染个亮红色？算了，亮红色会容易掉吗？红色。亮红色。那打蜡不太掉。不会掉吗？能维持多久啊？一个多月，两个月。那掉了什么颜色？掉完之后发橙色，橙红。哎，好像也可以。对啊，总要补色，真的很麻烦，感觉对头发不好。那个打蜡掉色吗？刘海又跑这边来了，啊？什么鬼？就是那边的吗？行吧。哇，我的刘海。打蜡，你们不知道打蜡吗？太难了吧，头发也要打蜡的。你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这个发色的我。我没有车，我不能给车打蜡。发量多了一点，对，打蜡不容易掉色，但是只有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才可以打蜡，比如蓝色、绿色、红色，不知道了，粉色应该也可以，发量多了吧？但是我听说染红色就是不太好。可能比较迷信吧，说染红发就是不太吉利啊，吓死人了。
展开了两分店就那么一小处，我也没法带那么一小处。不是紫色，就是现在有一点点紫蓝色，然后洗洗就掉色的了。背景格不知道。从镜头看起来真的是紫色的，好吃感。这样看就是蓝色的，这样看就是紫色的。好丢人。的真发，一洗又没了。哎，我喜欢现在这个造型哈，这吹完之后都不用拉了，不用拉直了都，喜欢。我自己都不会搞成这样，我每次自己拉完头发就会显得特别扁。还是得吹呀、啊！我现在有点像不像那个吴建豪《流星花园》里的？陪你去看流星。中分吗？还是自然卷？没有刘海只能中分啊，还让我干嘛、啊、三井寿是谁？不认识。修啊！为什么我左边也有刘海？我都不知道我这。就这里有没有应该都没关系，因为我好秃啊！一般我这里都是这样搞的，这样。然后这里剪一下就行了。音乐导演。嗯，就是我到时候会卷一下，然后会高点，但是有点长了。这已经我自己剪过了，我剪得很烂。都能看出来，因为我每次卷刘海太长了，卷不好就一直夹一直夹，是不是还有点长？还有一根，这不是。谁发了一个表情？
二胡上有耳洞，打了好多年了。我也不知道疼不疼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疼啊？是吗？扎眼睛不？你感觉扎眼睛吗？有点挡，这里有点挡。我看到表情了，但我没看到是谁发的。见吧，下播了。拜拜。多软啊，这手多软，因为我漂太多次了。